进来了，现在要去买票了。大人的话是一张150。进去参观前，饮料跟食物是不能带的哦，所以要把饮料放在积木区。每个门票它的样式都不太一样，像我拿到的就是孔雀纹。这个鱼是可以摸的耶，摸摸看。哦，可以滑，可以用滑的。Cool。是看动作的。哦，这个头晕。头晕。这个是中爪哇传统婚礼服装，蛮好看的。看这只娃娃好可爱，凸眼蛙，而且它有鼻子。我们来到东石渔人码头。现在是3:22，我们现在要来觅食。蚵仔包。这个台湾标哎。这个。好啊。我们随便找一家，然后点了蚵仔来吃。肥。每个都好饱满。现在是5:18，我们到快意生活村。傍晚来这边散步的话，其实蛮舒服的，只是今天天气是真的有点热。我们到文化路夜市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吃林聪明砂锅鱼头。哇塞，太多人了吧！我们是一期有在现场吗？417号的顾客。结果总店已经卖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去2店，人还是一样多。刚刚排了快30分钟，终于到我们了。外带什么？四个火鸡肉饭大。还有什么？酱。四个饭。没有外带。外带。还是在家。火鸡肉饭一大一小。现在是晚上的10:24，要拿去见网友了。是不是讲讲啊？我们要学你的拍照方法。讲了，学你的拍照方法。哈哈哈哈哈！拍照方法。傻眼。宝贝，讲讲在，讲讲其他的 GoGoRo 在我。耶！安全帽是黏黏的哦，这安全帽是黏黏的哦。黏黏的吗？啊，黏黏，不好意思哦，黏黏，抱歉，抱歉。黏黏，不要杀我。就是嘉义的东西要留在嘉义。啊哈。对。然后它里面的东西规模比较小，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美术馆的那种格局，它是用城市博物馆的城市美术馆的概念去做这些内容。嗯。你要先去咖啡店吗？还是你要绕一下市区？市区现在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绕？真正的文化路啊。真正的文化路？对啊，你们刚刚晚上去的不是真的文化路、啊，我们刚刚是去就是文化路夜市而已。感谢你，文化路夜市。气死！文化路夜市，一秒惹怒嘉义的，谁跟你文化路？谁跟你文化路夜市啊？气死我！好了，就让真正的嘉义人来带那个外地人来去逛一下文化路。哦，那个电线地下化的一条路，这一条。哦，对。
就是没有那个电线杆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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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很早就规划，像蛮好。而且它现在改成 LED 的灯比较亮。之前不是啦，但是就有改，但是就是地下化了。然后还有那个嘉义的喷水池啊，是全台湾第一个有颜色的喷水池。有颜色的啊，哇，就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就是嘉义就是一个很低调的地方。OK， 哪一个？它的监视沐浴度还有那个叫什么？乌鸦尖。OK， 天六无休。哦，蛮多人的。如果有空，还有人在排。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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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还蛮晚的。嗯，现在都是宵夜的东西啊，有发现？哦，对，因为晚餐时段了，不好意思，就是来错时间了。然后三阶段的。没有，现在我们跟朋友出来玩，到了10点之后，我们就不会再想踏出饭店一步。就30岁的征兆啊！对啊，你要就是欣然接受这件事情，就是人到了时间。还没30岁的你们。看好了，看我在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在讲？没有剪啊，就是留着啊。好好笑，讲得好烂啊！就对，还没30岁的你们要记得，对，还没有30岁的你们要记得啊，要多吃一点什么叶黄素啊，还有什么鬼的？对，我懂，人老了啦，趁年轻可以尽量吃宵夜，老了你就不会想要再出来吃了。那我现在是要回家睡觉一次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还是照吃啊，看体质，还是要吃的、啊，看体质。可是我现在吃宵夜，应该没多久就会想睡觉。初老，累了，初老了，初老，初老了，人老了就是这样子的。讲讲刚才带我去绕一下嘉义，他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来，就是国庆连假，然后问他要干嘛，他就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来，然后。去排队的名店排队，然后很多地方都吃不了，然后对于嘉义还有很多不好的印象，所以你知道，身为嘉义人，我要来帮他平反一下这件事情。对，有什么感想？今天有什么感想？就是逆向行驶很可怕吗？对，我觉得嘉义怎么会有一些道路可以直接逆向行驶？总共有17条是可以逆向行，其实17条，对，有17条单行道是可以逆向行驶。哇！所以如果大家来嘉义，你如果开车或者是走路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哎，为什么迎面而来的单行道会有摩托车跟脚踏车，请不要紧张，那很正常。朋友就可以欢迎大家来找我讲讲。靠腰。好啦，时间也晚了，那个安迪要去休息了。好啦。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，拜拜。对，然后要帮他解扣子嘛，没有了，他自己脱就好了。好了，那先这样啦，拜拜。今天是来嘉义的第二天，准备要去走太平云梯。哇，好高，好高！好不行啊！还有这个楼梯要爬。所以要走太平云梯之前，还要先爬这个好汉坡。好累，好累，还没走就开始累了。呼！天哪，好恐怖！怎么了吗？对啊，那边有小溪。小溪哦。Oh my god！ 中间掉死我就。今天雾比较多，所以看不太到远处的风景。不然的话，其实这也可以看得到剑湖山。然后看下面就好点。啊，我知道不拔。我们走完一个，这就是走过来后的风景。这里啊。我们现在走。茶园步道。哎，上坡是运道，我不要做。没有走法。在上台呀。谁跟你计较茶园？我们到了凉亭了，大家喘得跟狗一样。啊、哦，好凉啊！好凉啊！到凉亭之后，再继续走30分钟到老街。多久没有在户外不用戴口罩，就可以吸到新鲜的空气了？希望疫情能赶快平稳下来。我们走到茶园了。
我们在山下买了一个爱玉来吃。这边吃。不要，这边爱吃。好来了。柠檬汁。我们现在在太平老街，然后现在在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。三个一百啊，就三个。三个一个，好像35块。大家好，看看哦。看起来不错。我先来吃民雄鹅肉。不知道怎么样是一份。这么多吗？好爽哦！对啊。好赞哦！这要拍吧？谁要消毒？这份量，这份要消毒。这份量蛮惊人的。哇！哎，这拿了2块。